美人 Sugar Melon。Hello， 我们是帅哥美人 Sugar Melon。我是佑一翔，我是 Nina， 我是 Isabel， 我是 Sam， 我是子杰。哇，你真心想干嘛？OK， 我们接下来玩的就是谁是卧底。Let's go。在视频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谢谢你们的支持。这一局我一定会赢的。我是卧底。Isabel 好像还没有先开始，对不对？哦、oh, ，OK。你要吗？可以，可以，可以。那边的食物很好吃，我喜欢去。东西便宜。那边的人很漂亮。那边的人很 friendly， 友善友善。Isabel， 嗯，问问题。哦、oh, ，OK 。你说什么？我一定要问我，因为我在等到什么问题呢？你那你去你喜欢去那边做什么？吃，嗯，哦、oh. ，another useless question goes to me 。我问 Sam， 哦、oh. ，那边的女生很漂亮啊？对呀、啊，男生帅吗？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吗？对吗。哦，我要为他拒绝回答你耶，他、oh. 给你浪费时间啊。我要问燕维，嗯，你觉得他们友善？嗯，但是他们是 service line 友善，还是人友善？我觉得是普通人，普通人，普通人就很友善啊，不是特定 service line。OK OK、嗯。Isabel， 嗯，你可以跟他们沟通吗？要看什么语，华文还有英语。嗯。哦。question Sam， 嗯，你觉得你去到那边，嗯，那边的人会不会以为你是他们国家的人？会。哎，这样我是讲我自己漂亮哎。你被我们讲哦。OK， 再来一轮的 description 描述。他的国旗很像有四种颜色。哦，哇！我喜欢去那边看那边的男生。哦、我很喜欢他们的 accent。 哦、这个地方离我们不远。我和那个国家的人交往过。我们现在来投票啦，投票来准备啦，第一轮的投票，我们来三二一。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东西对吗，跟你们的也是很相像嘛、嗯、对吗？我是反正我是觉得是 Sam， 因为哈、他给我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讲他少了一个 clue 给你们解答，所以你们觉得是我，因为我给你们比较多 information。 哎，哇，有道理。你知道妮娜问我那边的男生帅不帅，连我没有回答，可是等一下、他也只讲那边的男生非常帅，所以他为什么要问我那边的男生帅不帅？我要看你喜不喜欢那边的男生。哦、这样，你们想一下。我觉得你在白费力气。OK， 我们来投票了。妮娜，这一圈我不投你了，我不投你了。OK， 好，来准备啦，三、二、一。所以就是 Sam 出局。哦，为什么呢？不是我。Sam 拿出来你的牌，给我们看一下。卧底，就知道，就是你。OK， 你现在有这个机会，你可以猜。又有枪，那个枪的就，四个颜色。马来西亚。确定吗？确定。四个颜色哎，你可以再换了，四个颜色。我觉得他是骗我的。我不可以骗人的。他不可以骗，他不可以骗，他真要真实的讲他的。台湾。Lockdown。Lock it down. All right.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Are you ready for the correct answer? 考试的时候 lock it down. Let's do it. 揭晓答案，答案就是马来西亚。
good job 嘞，你最后一分钟把他给拉走了嘞。我不是没有贡献的，大家。哎，果然你的贡献就是骗人。喂、哎、，good job。所以这一局又是我们获胜了。哎